卡叶的厚切吐司，姐妹们又来活动了，第二箱半价啊，黑巧和牛乳两个口味，看这黑巧的看起来就超级有食欲，特别好吃。它这个和面是不加一滴水的，全部是用的牛奶，而且配料比较低位啊，就是全麦粉，看很柔软，而且它这个有三个手指这么厚，这个是牛乳的，烤一下更好吃，就这个黑巧的你就泡在牛奶里面吃，真的是巨解馋。嗯，看很松软，而且这个料贼扎实，浓浓的牛乳香搭配的黑巧的微苦，巨好吃，好吃一点也不腻。他这一个全部吃完才200多大卡，不到300卡。早餐就来一个这个面包，配个鸡蛋、咖啡、牛奶，妥妥的。烤一下是更好吃，或者是把它给切开，然后加个鸡蛋呀、火腿呀，做三明治也绝美。这个黑巧的蘸牛奶，你一定要试一下，巨好吃。